The Philippine Sungching Ling Foundation hosted a dinner reception for 13th CPPCC Vice Chairman and China Sungching Ling Foundation Chairman Li Bin and his party. 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欢迎第13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一行。 2023年11月22日下午，第13届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率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访菲代表团，会见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代表，签署中菲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备忘录，并参观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李斌主席充分肯定了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以来，为中非公益慈善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当天晚上，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假座东海皇宫酒家，盛情欢宴由李斌主席率领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访菲代表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接同使馆外交官出席。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创会会长陈祖昌致欢迎词，前会长林玉庆博士则把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数年来的活动会务做一个汇报。李斌主席对陈祖昌以及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前会长、现任会长及所有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这次访问海斯一带一路三国及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主要是文化学术交流，以及为明年中国将举办的青少年交流方案做出阐明，也希望菲律宾学子踊跃参加。菲律宾宋庆龄基金会出席领导有陈祖昌、林玉庆、陈卓远、黄真潭、施永昌、卢祖英、施伟廉、吴仲镇、张昭和、王勇、王连桥、柯志超、蔡忠义、王宏宇等。宴会在全体合影留念后圆满结束。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